从 AKB 48毕业，然后他把台湾的第一个公演就是送给了台湾。明天晚上会有他的粉丝见面会跟他的演唱会，欢迎各位也来这边参加。来，欢迎来。好。好，大家好。来，欢迎来。OK， 我们来换另外一个。好，看，不管这个一起开吗？来，来，来，开始。好，好的。阿弥陀。哎，这个嘛，真的是。今天演唱会还有一个特别来宾是天山养家，他明天才会到台北。来，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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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